天热火不敌奇才，猛龙惨负凯尔特人，老鹰加时不敌76人，而篮网轻取魔术。至此东部前十名次全部确定，东部前六球队提前锁定季后赛名额。这六支球队是雄鹿58胜23负，凯尔特人56胜25负，76人53胜2，巴富骑士51胜30负，尼克斯47胜34负，篮网45胜36负。这样由两组首轮对决已经确定，76人3vs篮网6，骑士4vs尼克斯5。附加赛区第七比十位，热火43胜38负，老鹰41胜40负，猛龙40胜41负，和公牛39胜42负。4月12日上午7点或者7:30，热火和老鹰将率先打响附加赛，两队将争夺东部第七，赢球一方将在首轮挑战凯尔特人。4月13日，公牛和猛龙将迎来附加赛对决，赢球一方将和热火 vs 老鹰，输球一方争夺东部第八，最终胜者将在首轮对阵雄鹿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。